拿 LNG 狠狠泄愤，并疯狂鳄鱼一打九杀光全场看傻各大解说，儿子连看五遍回放，做梦都不懂为什么。鳄鱼，哦，先拿鳄鱼啊，给他，这么狂啊？对，让你选，你敢不敢选？萨耶也可以，他萨耶玩的挺好的。哎，拍了一下，你奥恩是世界第一，你奥恩抱他鳄鱼像抱拳。OK， 拍了拍。肩膀，你玩把肉混一把啊！上路别送，豹女太装了啊，全装的不可能打豹女。怎么说，好久没玩豹女了，说实话，真玩一把，真来喂，差哟！喂哟，豹女来了，要来玩沙漠豹女，好底酷了。怎么说 ，BLG 这个阵容打到三十分钟可以自动点投降，是吧？恶豹有点期待啊，这一把欧文坐大牢了吗？要？二十分钟之前的神，二十分钟以后两个超级兵。兵哥的鳄鱼确实胜率一般。嗯。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哎。碾碎。哎。什么意思啊？还没开始加油，这闪没了。研究过的吗？绝对是研究过的，欧文。研究兄弟，你喜欢 W 上来放眼，研究到了。对。被欧文猜到。小炮还没学技能的，看学 W 还是学 Q， 直接学 W 做脸了，血能眼必须发挥出来，伤害很高啊！而且民族学的 W 玩的就是狂、啊，而且这一下没勾到，裂开，这样子不配合吗？对，这么射吗？嘎子是这样玩的吗？对线换血能换成这样吗？就点个重刃，一级学 W 装周给套个盾，直接跳上去做别人三下吧。有理解，哎，这个好 crazy 啊！但这样对线确实没人能跟他玩啊。这上来破克一套受不了啊，完了完了，专业啊，这下路怎么玩，直接被打回家了都，回家直接买个正眼再出来。哎，这把有点像打京东那把下路啊，但是没死。 Elk 刀心破碎了吗？一个刀，这有点难受啊，被小炮两级吃塔皮有点难受了吧。哇，这还玩什么，没道理吧，这这么厉害吗，这小炮现在对线打这么成功啊，这把感觉下路有点满头大汗了。中路也是啊，这把感觉中下对线 BLG 不太对哦。对，但是药膏应该是压力更大，感觉已经冒汗了药膏。中下两路的对线 BLG 压力很大，全部顶不住，中路顶不住，下路顶不住啊。水明定了没勾啊，这勾了民族、这被打闪打没到的、但是打也不在，猴子在旁边也不敢追，他没被压太多，还行了已经。哇，这果盘不好吃吧？而且这个好像没闪现，感觉过哇，哎，死了呀！为了吃果子，怎么闪现过来闪现的？啊，对面定到嘎啦，嘎啦吃了。嘎啦有闪，牙膏还有闪，要交闪了。而且小龙要没了，好像这波吃果子吃出事了。哇，欧文的勾这么 crazy 吗？没办法，行这把一直被勾。直接让高高 K 了个头，有点爽啊！亏呀、这波爆炸，下路优势直接没了呀！这行给了个角度勾啊，就感觉像你勾我一下试试那种感觉。上路已经被压二十没了，这就是冰的鳄鱼的实力吗？这是我认可的鳄鱼，说实话，冰的鳄鱼的熟练度我肯定认可的。没技能压这么多呀？压力好大，冰这暴女这么能刷呀，他这补刀他上哪儿刷的野啊，这怎么刷这么多啊，差一位他这暴女还真挺特别的呀，绝活是这样。我感觉紫海奥恩玩的不好，应该是怪不得那个降临的人。你这把要那个六九来的话不会被压那么多，应该会小压一点。对，我这不可能被压这快三十个刀了呀，二十多个刀就吃完。上路好难受啊，看着压力太大了，感觉二比零的呀，这个局势打下来，下路已经没优势了。嘎子的小炮，前锋撞完就很舒服了，三层，难顶了呀！嘎啦优势这么大的，打着打着越打越难顶。小龙要刷新，这波感觉，Scott 被标到了，标要死了！哇，这波进去，他不知道干嘛去了，放眼了，这还不直接秒吗？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伤害啊？我是。药膏发威了呀，感觉得输入一波发威给药膏助一下威了呀。哦哦啊，帅啊，我艾勒克打笑了，什么情况，会不会玩，你不要飙到了啊，
没道理，很特别啊，他的暴率。要我说，这把打野还真没差距。哇日比战，这能玩呀、啊？这两把感觉都玩不了，这两把完全的斩压呀，线上都还行呀、啊。好，怎么说？到了相信环节了。怎么说？相信高拉。怎么说？给他立马给紫卡发本自传。跟他不熟吗？哈哈 ，OK。就打着打着发现艾克爆肥了。就导致艾克吃了满肚子啊！是的，然后这波他又打起来，他能要死了。那闪杀熏，熏死了。哎，这波闪现推，推的，他呢还是倒了。闪现敲，这么说挂了个虚弱给嘎啦净化解一下。哎，那个是往前闪。哇哟，他也这么凶啊？这怎么都这么凶啊？哇哇，玩帅的。啊，欧文，你真的太帅了。欧文太赢了。放飞自我了，这是纯粹是，哎呦，有个压大线，感觉打排位了，已经是在这个节奏。哇，单杀！我是那个标是最远距离，好像是伤距高的，太痛了吧！这是最远距离的标，一个标就半血，跳过去没了。我感觉标记在玩。李宁静 Q 一推 W 砸过去大招。方舟开大给自己回口血，回口血，要600枚，难道翻盘的号角要吹起来了吗？鳄鱼踢下来也发现散弹，怎么说手里有闪现的，难道要硬来吗？怎么说咬一个，找一个咬，多巴生气了，咬个辅助呗，闪现咬，咬真生气了呀，不闪现咬吗？哦、闪现 A W， 唐又迷路了，其实往左边走是应该能走掉的，他这把好像也不太对。对他迷路了，感觉已经打排位了，这机器人乱走啊！哎呦，剑锋抓针，这不会又杀一个吧？不是，机器人就武术鞋，走到哪杀到哪，跟这个暴女。看到没有？全在玩的。不是打京东的时候，兄弟们都不敢操作。我打李宁，我重拳出击，直接标记了。打李宁，你这不打那个什么老皇帝一样？兵哥，你这个有点过分了呀。那别人的家呀，回来回来吧，兵哥。你打，然后打，无法无天了，已经。应该预判你 W 的位置。对，这一勾是预判猴子 W 的位置了，还跟闪。要出事了呀，亚飞没闪。好，直接开送。死掉了，看十几个，超油恩没闪到，能不能打回走？超油人也送，超油人也死了。好，送起来，三条龙可能也没了。送一波，标记是这样的，开心一下。在瞎搞了呀 ，EDG。EDG 觉得没压力了。这是六杆一打五杆二的对吗？五个大回本 ，LG 当人了。求金率。哎，紫卡已经给自己玩昏了。五刀差勾到。大招一给他在原地反打，秒秒一开，怎么说扎油恩应该白给了，扎油恩直接白给了呀，这个位置不说亚飞，哎呦，个闪现进来，他以为能闪现发毛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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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尊重啊 BDG， 好，这段 S 就在这儿，走一步按一步，我这稳这么惨吗？羊这么可爱这样杀，就羊这么可爱，一定要多加点红油是吧？这样爆炒，坏了，下路已经在游泳了，怎么办？而且还要慢慢推，还要多压你一点，让你少吃点兵，难顶呀！22分钟240枚，真压100枚了。150刀到235个刀，准确来说是85个刀，对，这个吃完可能80个刀了，还没有到100个刀兄弟们，还好，其实还好啊。所以你看这个教练就知道了。对，你觉得没事没事没事，就抗压吧，你就等到14级给队友打装备就行。他发现到14级之前加药快爆了。不是，你坦克英雄打战士英雄被压到很正常的呀。正常啊，确实正常，但这把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 BDG 会不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吧？山羊鬼过来叫，直接逼出牙膏闪，正面一勾勾的他斩，他斩被迫叫大招，自己还没血了。什么情况？紫卡接不了了呀，只能溃败。如果你们要这样玩的话，那我的评价是真不如不选奥维。对面一个大果实跳过来，继续给压力，可以慢慢追击的呀。对，牙膏还有大的，慢慢玩，能玩这一招，哎呦，没扎到。好了，闪现要敲吗？打字直接算了，等死算了，一勾勾过来的是勒布朗，这怎么勾过来的？勒布朗打错了，谁是真谁是假？收到了，应该。
能走不？鳄鱼踢哪里去了？踢中路啊！这边兵一踢过去，一个人追着几个人打呀！我感觉全是在被 BLG 追着打呀！对，但是玩不了手，他感觉在娱乐 VDG， 娱乐娱乐的就把对面娱乐死完了，哎，够过来。我感觉欧文的机器人好有威慑力啊！确实，给压力好大。这团打起来，一边在追，一边在跑，然后跑着跑着，跑的人死完了。这李宁记怎么感觉少打比赛少个人啊，还是 BDG 多个人啊，走到哪儿都是不知道李宁记人少，每个人都在被围剿，不然标就打得很随意，对，你这样就像杀人，我他们应该是玩得有点 happy 了，真 happy 起来了。那对手 ID 不是京东随便玩玩喽，从北京回来很郁闷啊，我终于不用打京东了。今年下一赛常规赛已经打了京东，后面这段时间见不到京东了，开开心心，然后直接标记李宁。怎么说？我日，这谁的问题不用我说了吧？打野可以当面羞辱的呀。可能要直接没了，因为李宁系的人在那包，那中路啊，金光人呢？还有个人呢？对啊啊啊！感觉起猛了，感觉起猛了，厄斐琉斯没了，什么情况？再睡一回，再睡一回，怎么突然没了呀？喂、哎，这是送，这送了，这真送了，这送了呀！小炮叫我来，有机会吗？兵哥，哎，豹女也死了，不回来，但是豹女死了，我这里都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艾尔克刚不是有那个的吗？盾的吧，怎么就没了？太恐怖了吧 ！Q R W， 哇 W， 不是就死了 ？Q R W 就死了？对，哎，他战又什么意思？是欧文勾当吗？他战也爆了，这把怎么全在爆啊？镜头切过来就爆。这又什么情况？大龙一拿 BLG 又可以开始浪了，平推了呀，要一波了，这大龙吃了。我觉得李宁刚把那个 Elk 杀了是更折磨自己，这个要多打多背，就被打五分钟，不是多打五分钟，要被打五分钟，长痛。对，长痛。还要没了，开不了啊，不开就没什么机会了。小羊喽，欧文摇大招，先撞过去，再撞机器人，感觉存在复仇，兄弟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地的机器人撞啊？不知道啊，定一下。Okay, 可能他觉得撞其他人也跟不上。二人一上去，赶紧 W 回来。哎，勾勾到，那就简单的死了。哎，互换，怎么说？哇，高拉跳起来了，再往前掉，还有机会再杀。想先杀欧文，然后再回来。哎呦，闪现咬，怎么说高拉啊？被踩死了吧？我操 ，B， 哇 ，What？ 哇塞 ，B， 哇塞 ，B I N 的鳄鱼证明了 ，OK。哇，小炮压顶，好死！哇，是兵哥压顶，哇，压顶了，压顶，这下真压顶。哇日兵哥压顶，你往那跑、啊！哎兵哥，哇哇兵哥，我操！鳄鱼一打九杀完了，鳄鱼，真一打九了，哥哥。我操！顶级反转兄弟，我操！队友都在给兵李兵，一点表情都没有，兄弟，我操，什么情况啊？是李宁记。都笑了，李宁记打完只有一句话，不是我们能被虐成这样吗？什么情况？真没想到李宁能被单人击打。我操，冰冰什么情况啊？冰真兵天降，兄弟们，我操，什么啊？难道说他在复活甲的那一瞬间把复活甲卖掉，换了一个名刀司命？真有可能，哎呦，现在走路头都要抬得巨高，兄弟，巨自信。说话回去又要下台塌鼻，只能看到我的鼻孔。回去又要发一个了，我可鱼帅不帅？
斌哥鳄鱼太帅了，这场看下来真不是 BLG 弱，而是京东太强。不亦京东， BLG 就是神。连续16分钟的各视角激情解说，兄弟们喜欢这种剪辑方式，三连关注一波呀。还没结束哦，儿子看完斌哥鳄鱼久久不能忘怀，连看5遍回放，这应该是所有鳄鱼玩家的梦想操作吧。再看了一下刚才那波细皮球，哦，不是没感觉啊 ，BIN。哇，这太离谱了！那就非要找找看哪他妈有不放心，不是凭什么？没用兄弟啊！哦，有用有用有用！我操，闪现红怒咬 E 红怒 Q 再咳血，我操！不知道还真以为他出了名刀师命，兄弟，这锁住了，太夸张了！看完想玩鳄鱼了，怎么办？玩一把就后悔了。